我叫邓福兵，河北省唐山市人。我自少年起就喜好中国武术，孙中山武学文化传入唐山，以张一书是功不可没的。张一书先生跟孙振川先生学拳，孙振川受教于孙中山先生。我的磕头老师梁凤祥老师，他拜在孙禄汤的女儿孙建云门下，然后呢，在他那派为我为第三代传人。我跟张一树的弟子刘国新老师、孙昌瑞老师、程敏俊老师三位老师学艺多年，他们的武功德高望重，功夫极深，我受益匪浅。我在他们三位老师的教导下，学习了孙中山的武学三门功夫：形意拳学、八卦拳学、太极拳学。现在我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孙中山，他跟李奎元学拳。李奎元呢，受教于郭云深先生，郭云深先生呢，受教于李洛能先生，李洛能先生呢跟戴六邦学拳，戴六邦跟曹继武学拳，曹继武跟鞠继可练拳，所以说形意拳的发源在于山西省，鞠继可是我们的鼻祖，形意拳的前身叫形意拳，也叫形意六合拳。所谓六合拳，是内三合、外三合，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合；外三合呢，手与足合，兼以胯合、膝肘合，这是六合，内外六合。现在呢，传到河北，它叫形意拳。好，这是我的徒弟马志军啊。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孙中山的形意拳的特点。先站身体式。孙中山的特点，他主要是练身练气啊，他主要是练身练气啊，讲中和之力，中和之劲。他主要是呢，三才桩，这叫三才桩啊，也叫技击桩。啊，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啊，得人都是投手组，他拳叫三体式，三体式呢，他主要是以中和为主，以三体式为主，他的身形是架，是吧？身子要看正似斜，看斜似正，这个要松肩啊，松肩。吹肘、踏腕、虎口成圆，五指伸开，食指要挑，它这个劳宫穴可以打开，松肩气力能到肘，吹肘气力能到腕，后手呢，后踏，大指要横挺，这个膝盖要跟脚尖顺线，它主要是单重三七桩，前脚占三分劲，后脚占七分劲，虚灵顶劲。两胳膊四肢非直，四弯非弯啊，腿也是无有一处不远啊。他讲这个，头顶竖向，舌顶提肛，浑身放松，属于内开外合。头往上顶，舌往上顶，手往前顶，头顶有冲天之雄，舌顶有怒狮吼象之能啊，头顶有推山之功。扣呢？绑要扣，因为他这一扣啊，他气他都入丹田，绑扣，脚面往下扣，脚心要空，手心要空，心要空，这三空，手面还往下扣，脚扣，这绑扣，圆呢，虎口要圆，脊背要圆，脊背要圆呢，两虹主要圆，它无有一处不圆的，这样的呢，它那个力呢，可以。
直达到顶，到百会。这个后肩呢，跟后臀部啊，跟脚后脚后它是垂直的，啊，这个鼻尖跟手尖啊，要三尖相对啊，鼻尖、手尖、脚尖，手尖呢跟鼻子平行，手呢跟脚垂直，成个正方形，啊，这个虎口遥远啊，是梁鸿腰远，脊椎远，五豹呢，梁鸿腰豹，胸中腰豹，丹田腰豹，啊。它这么一，这个豹啊，就是拢气啊，这个任脉啊，气可以下去，这督脉呢，气可以过顶，啊。六曲它是弯曲，虎口要弯曲，啊，梁鸿要弯曲，啊，胳膊弯曲，腿要弯曲，什么都弯曲，往下做胯啊，要缩胯，缩肩缩胯，它都有缩力啊。第八个很主要啊，这个三挺挺关键。这个七呢要往上挺啊，要往上扒，手啊要往上挺，啊，这是基本三体式的桩弓啊，这个坐胯啊，头顶啊，眼要前视啊。下面我介绍一下，这是。劈拳啊，开始打劈拳。让我的徒弟放两下，啊，先把五行拳放一下。这个劈拳呢，你打两下。这个劈拳呢，属金，啊，它属金。哎，它属金呢，在五行属金在内呢，它属肺啊，它是一气啊之起落，啊，挥手如钩，啊，钻一起一落，上为钻。怎么落为翻，啊，它有皮物啊，皮物之意啊，它是有皮物之意，对于肺部啊有好处，因为它对呼吸啊通顺呐，这皮圈是吧？再打一个，打一个是吧？往前转错，下边我讲一下的这个皮圈的原理啊，它是乌鸡桩。啊，先乌鸡起势，啊，乌鸡呢就是空空洞洞，心里是什么不要，无思无想啊，无思无念，啊，很自然，啊，自然以后，两脚站要90度，90度呢，如在沙漠之中立竿一样，这样呢丹田产生一气啊，这为真气。这个乌鸡呢，最后呢，它起势，啊，这个脚啊。左脚往里啊变45度，四象，啊，这鸡腿啊，金鸡独立之灯啊，鸡腿隆身啊，隆有三只翅啊，胸膀啊竖向，如虎豹头，啊，变出三台桩三体式，他挥手如钩，啊，攥到两肘不离肋啊，两手不离心，啊，如口如突兀，啊，钩不过眉，低过口，眼看中指。啊，前面四分劲儿，啊，后边六分劲儿，啊，要速胯，圈的不要挥了，啊，往前劈，啊，这是劈圈，一气之理啊，一气，啊，这是劈圈，这是侧面再打一下啊。挥手如钩，去如刀错，如丝绵。下户型啊，也叫下户型啊，上户型，因为它是力学原理、物理现象嘛，是吧？眼看中指有挑担啊，四如挑担。啊，趟立步啊，他说这是说这趟立步，啊，这手呢有炸力。啊，这是劈拳。下面我讲解一下这个劈拳的用法啊。顾名思义啊，咱们是咱学怎么使的啊？最后它是变化的，这钻加上对方拳，奔我面门而来，是吧？我要准错啊，要错它。但这是个脚啊，三体式啊，长度
他说是以龟七十米远，45度角度，3.0一线。但对方来以后，这个他跟别家的风格不一样啊，他是踩对方脚，啊，起来也可以，啊，踹他七，啊，也可以买他，啊，他可以买他脚。然后对方来了，他这一气之理啊，他准错，啊，主要是准错的啊，螺旋准错，这是准。皮呢，皮就是裸带，它主要是裸带。这脚呢是趟地步，啊，趟地步，啊，就往下一坐，啊，这是起微钻。这手一接是吧？啊，一劈的，啊，主要是击它根节。这个皮旋似辅助皮物嘛，也有十圈的，啊，这圈就打来是吧？也有十圈的啊，劈子啊，可以错啊，还可以错，这都可以啊。这是皮圈，接里手、接外手就行啊，能打出来是吧？啊，这都行啊，这都可以变化啊，这都可以变。脚大踩一不留情啊，这是快的是吧？夹直再出来啊，这都可以啊，这都变化，主要是练的这个皮劲啊，爆发力、惊炸，挥手如钩。关键是他这个圈出来以后啊，哎，如挠钩，恨不得把他这个胳膊呀，给他撕下来，啊，撕下来就挠住，啪，是吧？这挥手如钩，是去如刀错。刚才不说了吗？是去如刀错，是吧？皮拳似辅助皮物，这是皮拳。下面我讲解一下这个崩拳啊，崩拳也是三体式。乌鸡庄开始啊，收割竖向，啊，竖胯竖肩，啊，蓄力挺进，气沉丹田，啊，命门骨大，拉出个三才桩。这个崩拳呢，钻拳如卷饼，啊，钻拳如卷饼，大指要扣到中指，啊，以食指，啊，中间如螺丝形，崩拳呢，在内呢。它属肝，啊，在五行呢，它属木，啊，它发手似箭呢，它如箭力线啊，两手来回拉，它是以神速之力，它说是神速之力，是崩拳啊，换个角度啊，崩拳练崩拳呢，它主要是强筋骨、壮脑力，如箭力线啊。啊，它可以连环击啊，它可以连环击。下面我说的这个崩拳的用法。崩拳呢，它主要以半步跟，啊，它主要以半步跟啊打拳，全部半跟啊，半步跟。对方，假设对方全部往我中部揽，啊，来中部揽是吧？崩拳呢，它有上挑之意。啊，你打出来啊，还有胜负之意日崩拳。假设这一拳过来，都可以接啊，都可以接啊，这是崩拳的用法啊，这有上挑之意他还有松肩坠肘，他还可以使。假设这拳奔我，他中盘呢，奔我心口打来，说我压枪之力我挺了啊，他压枪之力他叫寸劲呢有寸劲呢，是吧？这是崩拳法术四剑。假设对方拳相当快，被我中盘打来，是吧？这很快啊，是崩拳的用法。它可以变化，怎么都可以变化。假设被我面板打来，是吧？这也是崩拳，但不敢发了啊！你发他，是吧？他这是炸力。是吧？有雕，有波，是吧？假设这手打来，这也是，这也是崩拳，是吧？啪，炸力。下面再讲解一下这个孙中山武学这个文化的这个五行拳啊的钻拳。五行拳呢为母拳啊，为主为刚啊，这个三体式啊一定要站好啊，那什么不要有死丸子。中正啊，浑身要中正。
挥手上错，这个钻圈呢，它四，它带五星灵啊，它属水啊，五星灵带人五脏呢，它属那个肾啊，都属于肾脏啊，它是一气啊，这曲曲流星。他发手呢，啊，似闪如水珠啊，如水，啊，在地里突然的冒出，啊，他呢，啊，下边我，啊，跟我的徒弟，我把给他拆解一下，假设对方随意全往我面部打来，你随意，他说这儿咱不敢放他啊。不管放他啊，咱们看他们来个快的啊，来，啊，他错，他主要是以错啊，以错为主，啊，浑身一个爆发整力，啊，这个转圈呢，假设对方他这圈啊，被我中部打来，来随意啊，嘿，啊，这都可以卯上啊，这可以打是吧？假设这圈还打来，啊，随意任意变化，任意变化，一发都。啊，都说这里一钻错，啊，他发手呢如水中，啊，他说是力在小臂钻错劲儿，啊，你随意再打来，啊，哪儿都可以发，啊，任何角度都可以发，啊，这是钻拳，让我徒弟打一下这个钻拳。炮拳，这个炮拳呢，它在五脏里啊，它属于心啊，在五行里啊，它属于火啊，它以气之开合之理，这个炮拳啊，它属于以开合之理啊，它一惊炸，如炮啊炸药啊，突然爆发炮拳啊，哎。下面我拆解一下，啊，假设对方全被我对我面部打来，是吧？啊，随意啊，但这是侧面接手，正面接手都行啊，随意打，他正面啊，这都可以，他这手接，这手打也可以接，但是这炮变化很多了，假设他打过来。随意打啊，他随意打，看这啊，这都有手啊，这手变化相当快。咱们再变化变化方式啊，加上这手打来，啥？看啊，这都可以啊。因为炮拳呢，性最烈，如炸药啊，突然炸开啊，这是炮拳的用法。它关键都是一转错，它这个炮拳的用法呀，它跟长拳不一样。长拳是拨、架、形意拨，形意它慢镜头，它是转错。假设打了，它转错，是吧？都它打过来也无所谓，它这儿，它转错，这儿啊，就是都盖上，啊，这力相当大，啊，这是正面进攻，它这拳也如此，转错，啊，这是崩拳手法，其实。那这一砸都出去，啊，这变化很多的，他钻果螺旋，来来，再来一遍啊，看这拳呢，这拳打的，他钻错，这变化很多了，下面就说一下子横拳，你想想啊，横拳呢在五行里啊，它为土，在五行啊，它为土，土生万物，它是一，它是。他属于偷手，他都在拳底下做手，横拳啊。再人呢，五脏里，他为
这横拳基本上是这个意思，有奇横不兼横，落顺不倦，顺着说啊。下边我拆解一下，横拳呢，它主要是啥呀？它奇横不兼横。你看呢，对方来了以后，啊，打了，他奇横不兼横，是吧？但是他手法很绝妙，这再来一个啊，那这么一来，你都来这一炮，他可以背射了啊，还可以给他背射了。啊，假设这拳哪来？这结巴，这软肋，一发力都出，啊，这爆发力气是相当强的。它透出，它从底下，土生万物嘛，这横拳上，横拳可以变化很多的了。假设他随意出手，是吧？随意出这横拳，是吧？还可以变皮拳，还可以压肘，啊，都可以。这它变化很多，啊，这变皮拳。假设他这手打来。啊，我还是横拳接，崩拳，让你一发，这样一出一发的出去，这从底下出，这崩拳它变化很多，横拳还可以变那个钻拳，随意打来啊，他随意啊啊，这砍，是吧？很巧妙，顺他的滑道，顺他的滑道，他啊都可以变化，像变化很多了，浑身一团聚之和。这拳一打，是吧？他这一接，看，这打一发的出去，啊，我这给拽回来了啊，是横拳。先讲解到这儿。下边我把这个损势五行拳啊，这个回身啊，回身的用法啊，简略的啊，说一下。对方打住我，是吧？狗拳打住我，这回身啊，这是回身用法啊。他连贯动作是吧？啊，他回身啊，来随意，喂，是吧？这都皮了啊。假设我打到这手，啊，被我在我后部打来，啊，立刻就踩着他啊，这拳面部都打上。啊，这是回身，把他这个力呢让过去，啊，再来一次，啊，嘿，直接的劈啊，发力呢这都可以发，啊，这是回身，这是劈拳回身，啊，崩拳回身呢，崩拳回身，它叫狸猫倒上树，它主要锁手，它锁手呢，它也是对方被我肋部啊，这都可以破。啊，都可以不啊，这都可以接他手了是吧？来，随意来啊，嘿，好，哎，对方一变化，你看啊，因为对方他也有自然的手法了啊，他这拳一打，上我这么一踹，主要是立马上树踹他，但他随意那拳也打来，然后我得马上接他手啊，这回身，哈，哎，啊，这是崩拳啊，崩拳的回身，钻拳回身。啊，假设我打到这个，啊，打到这儿，后脑海啊，假设打来了啊，来，啊，这立刻都盖上，啊，一发就走，啊，这是这手打到这手也如此，他因为啥？对方打了以后，他有感觉，他有螺旋的，啊，他有螺旋的，啊，知道发，啊，这边也一样，这是回身，你别看回，别小看这回身啊，来打。哎，连环啊，这是钻拳、炮拳。啊，假如打到这上以后，他的背后或者踹我啊，或者踹我，哎，这都可以接他，或者拳都可以，因为他有个螺旋了啊，螺旋用法的，来打上啊，发啊，发手。那打到这边也如此，他说这个螺旋呢，它变化，这个点给它变了，啊，还打，哎，这点给变了，哎，他们一啥脚踏中门啊，或者脚踏彩印，啊，这盖是吧？这都是这行动变得都挺快的，啊，这是炮拳回身。再说这个横拳回身，啊，也是这样，对方被我在背后袭击我，假设过来，哎，就是这点上。啊，这都可以。他属于他主要偷手啊，打这手啊，也如此。来，你过来，
一发子，啊，这是横拳。下面让我弟子啊，把这五行拳啊，从头打一遍。劈拳起势，前乌鸡，两脚90度啊，90度站着，食指伸开啊，中指与裤缝相齐，要虚灵顶劲啊，虚无生一气，这回变成鸡腿变四象啊，鸡腿啊，龙身，胸膀虎豹头啊，它这个鸡腿呀、啊，有金鸡独立之能，这个龙啊有三折之势啊，它可以变。运动啊，左右啊，左右这个涮腰啊，有神意，要动一动，放松啊，要坐胯，虚灵顶劲啊，头顶，提肛啊，射顶啊，俯身呼吸，一手丹田，这个如虎要离穴，鸡嘴龙身，胸呢，脊背要圆，这是四象，变出三才桩，拉出三体式来啊，这个三体式变出来以后啊，它是一种技击桩了啊，技击状态。他讲这个三才都是天地人啊，人站中间，啊，三才桩呢也叫三体式啊，这是重中之重，啊，这在练拳里有万法出自于三体式啊之说。这个三体式啊，一定要前面占3分劲儿，后边占7分劲儿啊，有占46的啊，有双重的，啊，损失的是单重，单重为道啊，单重变化快，因为它有产生阴阳了，阴阳相生了，这个。劈拳，啊，他挥手如钩，啊，抓回来，啊，挥手如果抓回来，食指啊，转错发自心啊，他发的出在一口，如口中吐物，他钻的时候啊，这个圈呢，要攥紧，攥拳如卷饼啊，这个大指要攥到中指，眼看中指，它高不过眉啊，低不过口，前脚呢，要45度角，要脚打踩入，踩意不留情了啊，往前要踩踏。啊，它的长度呢，是脚后跟到脚尖这么长就行，啊，这是它的长度，啊，迈步啊，你回来，哎，在迈步，三体式迈步的时候，啊，这是它的长度啊，给45度角给了啊，这个长度给了，看正四斜，看斜四正，它是讲中正了，中和之气，中和之力了。挥手如果抓的时候，这个两肘不离肋了，两手不离心。钻的时候，他这个脚后迈到脚尖儿都为对啊，上错他是有上挑之意啊，上头啊有起住单蛋啊，也是也叫钻错啊，钻他脚踩他45角，前面的力呢要4分劲啊，后边6分劲。这变阵是鸡腿，劈的时候趟地步啊，挥手哎，他这一劈。后手呢，要踏腕，牵手呢要撑，俩手用力要均呢，啊，后手发力，牵手达人啊，他这个劈的时候如丝绵，啊，再打再挥手如钩啊，哎，准错也叫起住单蛋，劈的时候要炸力，啊，有惊炸，它是刚柔啊兼备的东西。啊，劈拳似斧嘛，啊，如劈物，它就是一起一落呀，因为它以神速之理嘛。回身要扣步，回身啊，要往回打，也扣八字，带好，扣八字。这个接手啊，摆脚，哎，转错，啊，劈翻，啊，这是，因为它变化很多了，它的要领也很多，啊，气如刀错，挥手如钩，
甭选也是乌鸡起翅，最后变四项，啊，鸡腿、龙身、胸膀、虎豹头，啊，这四项很关键啊，变出个三体式来，攥拳如卷饼，啊，要松肩，啊，要松肩吹肘，啊，手呢要往下压紧，脚呢要有踩劲，啊，攥拳如卷饼，啊，往前直蹦，啊，到这儿蹦不蹦？它有上挑之意啊，它有上挑之意，它是半步跟，人家五行拳的这个有五行步，还有五行力，霹雳这是崩力，回身啊，回身狸猫倒上树啊，准错，蹬劈垫步崩，打拳如打影啊，好像前面四有人。给崩出障碍，要有神意，精神要提得起啊！回身，有进也打，退也打，啊，这是崩拳的练法。下面练钻拳，啊，乌鸡起翅，要松沉，练四项。啊，变三才桩。他做成拳以后，他叫阴阳啊，阴阳拳啊。准错啊，他主要是准错，脚踩啊，钻拳有刹车之力啊，打出刹车之力来，要坐胯，坐胯，准错啊，回身啊，扎错，他似闪呐，闪电一样。下面练炮拳啊，五行拳里的炮拳，乌鸡翅啊，乌鸡起翅啊，乌鸡装啊，心里空空洞洞，什么不要想啊，90度角，变出三台桩。这个炮拳呢，它走射精步啊，它主要射精步是一左一右，一右一左啊，它是往前垫步，前脚垫步啊，前后脚上，后脚上去。后脚上去啊，要抢步，啊，前脚垫步，后脚上去，哎，要锁住，要先钻鸡腿啊，这是鸡腿，哎，崩，哎，垫步，啊，它这是活步啊，活步炮拳，蛇形步，挑崩就是，锁手。钻错崩，啊，回身，下面是横拳，五行拳里的横拳啊，横拳起势也是乌鸡起势啊，乌鸡装，乌四无念，五指啊是十指冲下啊，要自然，啊要松沉啊，要虚临顶劲，这回啊变45度角，90度变45度角，哎，身子略歇一点。四项起势，十指冲天的啊，如虎要离穴啊，要扑食之勇啊，那四项要变阴阳拳啊，算好拳，算好，那个手心冲上，前手啊，手心上，后手为阴啊，前手为阳啊，它也是蛇形步，在肘底下崩出啊，崩，哎，肘底下崩出啊，先垫步，不要垫多了。接他手啊，接前面的手，再崩出啊，他叫奇横不见横啊，有落顺不见顺啊之说，啊，要刚劲有力，要饱满，哎，下面我完整一下
啊，把孙禄汤的五行拳啊练一遍。我先练劈拳，啊，劈拳无极起势，啊，无极桩，食指啊，中指在裤缝，啊，要垂直，虚临顶劲，啊，眼要平视，什么不要想，脚啊，如踩在沙漠之中。无极生有极，有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啊，两仪生三才，三才的四象啊，变四象五行，六合啊，七星八卦啊，九宫十要要领啊，这是无极。它变四十五度角啊，变四十五度角，徐徐往下蹲，手从丹田上提起来，上的右手中指跟底下食指啊相搭，不要连接太多。啊，在胸部这儿，啊，如要虎跃离穴，啊，命门鼓荡，虚灵顶劲，气沉丹田，变出三才桩，挥手入钩，转错，劈。挥身啊，他挥身的时候挥手入钩也一样啊。这两肘要不离累了，两手不离心。俩脚后跟啊，极力往外扭进，要挥远啊，当要远，起住胆蛋啊，劈拳四伏，挥手入钩，去入倒错。啊，前面四分劲，后边六分劲儿啊，这个拳要起住胆蛋，啊，把对方打起来，挫起来啊。无极桩，四象，三体，啊，大指要横挺啊，要挑食指，啊，后手要踏，啊，前手要推，啊，眼看中指，啊，假设前面有敌人，啊，一掌拍出障碍，要虎视眈眈，要有神意啊。俩脚后往外炸去啊，要有塑力啊，手往头去，后手啊，后背往后靠啊，命门鼓荡，挥手入钩，去之倒错，力有激发啊，这个腰肌啊，这两绑啊，扣着劲，抱着劲，啊，气出丹田。缩出劲，前手不要回来，啊，顶着，接他的手，如丝绵，啊，两手如丝绵，回身，打个活步的，啊，活步手势，啊，还是可以，这是劈拳，崩拳，啊，先正着打一遍啊。无极起势，要松沉，啊，虚力顶劲，舌顶提肛，啊，四象，三才，要提肛啊，提肛，督脉可以上升，可以过百会，啊，这劈拳，这练崩拳啊，挥手。篱笆桩术，垫步，砰！
灯塔彩，这剪子鼓，千家店铺，还进去吧。收拾，啊，退步吧。下面，我再练死猪汤的五行拳，第三个啊，转拳。转拳呢，在五脏里啊，它属于肾脏啊，肾是先天之本了。啊，在五行里呢，它属水啊，它是一取是一气之取流长啊，无孔不入啊。下边我练啊，无极桩啊，无极起势啊，无我无他无你，什么不要想啊，空空洞洞啊，90度角啊，变45度，四象啊，鸡腿龙身，胸膀虎豹头啊，鸡腿啊，金鸡独立之等。胸膀胸有三只之势啊，虎豹头啊，如虎跃离穴，要虚灵顶劲啊，松沉丹田命门鼓荡啊，讲鼓荡变出三才桩来三体式，这也叫积极桩他会手如钩，也是去势导错，他阴阳啊，讲阴阳前手为阳，后手为阴后手又变成。啊，又变成阴啊，阴阳相交，阴阳变化。这个他打出一个井盖劲来，回身，这再练一遍。乌鸡起势，变45度角，四象，虚灵顶劲，三体式。这个三才桩是万卷不离其宗啊，有万法出自于三体。三体之说，它在形意里它是重中之重，挥手如钩，去老错，阴阳变化，回身，脚打踩一不留情他打上车之力，刹车之力，他是火步的，他变化却比变化。套拳是五行拳里是第四个，无极桩，四象，蓄力挺进，浑身放松，三体式，也叫三才桩天地人为三才先手长推进，前脚垫步，抢步。回身，下面这侧的练练这个炮拳呢，如火有炸药突然爆发，前脚要垫步。它这个部位，它是向前步，后边抢步，缩，跑，退身。下面我练这个死猪汤形意拳的五行拳的第五个。横拳，横拳呢，它属土，在五行里带五脏人呢，属肺，属脾所算上属脾，要蓄力顶劲，放松，无极起势，四象，三体，三体式，有天以大天，人以小天之称人符合天理，人要顺其自然，算上拳。也阴阳，他打斜步，蛇形步，从这个肘底下偷出去，接的手，这在中线，前脚垫步，这拳很不好练，因为他这是暗劲，这拳在肘这儿有拉到家的，打活
火部，撞棒棒根，打球全部棒棒根。啊，侧着再来一遍。乌鸡起势，四下，三体，前手长上力，后手踏上力，啊，俩脚后极力往外扭进，要挥远，啊，圆面积大啊，因为它有承受力，变成阴阳拳。要有神意，棒棒根啊，打脚全部棒棒根，它就是惯例。回身，手势。